发。克烈他不算硬控，知道吗？他不是硬控，他抓起来有点费劲。算了算了，孙女也过来了，亏呀、啊！我靠，我这野怪有点亏了。我的核心也拿不了，我就难受了呀。能上来不了，能上来不了。Nice。不会再有恶人亵渎神龙，我立誓于此。翻我的野、啊。坏了！妈的，打了几年没停过啊！操，我得走了。打不了了，嗯，还可以。这怪怪打了得有两分钟，一直在这来回迂回。来不及！我的双手迸发着霹雳，每一拳都降上来。算了。万千风雨一拳。对面也没打对面。
满血吗？你都不会 WQ 吗？我这个 Q 真的绝，来上个电视吧，各位，先用这个愚人卡参与一下，好吧？因为这把稳赢了，愚人卡就参与一下。靠，太屌了！这蛇女十级，我七级，我说咱俩能不能干过她？
肯定这个越塔的话就算了吧，不能越。谁敢闯入圣地，集于神龙之力。他眼棒。哎，卡了，卡了。谢谢给我的鱼人卡一点。别！没回答，买装备。哎呀，操！算了，我先买星石吧。哦。红也被反了，怎么连助攻都没有？这不，
身强力猛，等我播闪现。OK。开一个，开一个。敢与神龙之力。我这一脚劈他烟雾弹就踢不出来了。飞弹和李香兰的这个鱼刃，我为了证明自己而去攀登，极致山巅，我便是黄灯。踹走，然后踢过来直接把他踹走。可以，怎么他这里摸克烈？